我想問咧，譬如你出咗小路咁耐啦，咁應該由細到大應該會聽好多不同嘅樂手啦，係咪？咁我相信本地又有啦，海外啊或者一啲世界知名嘅樂手都會有。咁會唔會有一啲樂手你係特別喜歡，或者你覺得佢係對你個學習或者即係演奏小路上面嚟講會有一個好直接嘅影響？我覺得最直接影響到我嘅應該係大家應該都識嘅，應該就係 Sergey Rachmaninoff。前排啱啱嚟過二月嚟嗰陣，因為我其實細個係聽佢，聽 Sergey Rachmaninoff 啦，Vincent Marsalis 啦，同埋 Hannah Berger。但係我自己最中意係 Rachmaninoff 嘅。佢嘅音無論音色啦、技巧啦，所有嘅出嚟個效果都係。我覺得是無敵的、我自己最喜歡的 Trumpet Player 是他、非常好，我也很喜歡。有沒有 他一些很特別的技巧你真的覺得我一定要 聽到之後你覺得哇好像出神入化 我就是被他這一樣東西吸引？我當時開頭聽是聽他的 Arturian 先的、然後聽過他吹 Hummel， 他的 articulations 是很清楚，是所有嘢好乾淨，但係音色咧亦都非常之 project。因為如果大家知道佢係點樣吹嘢咧，佢係耷低頭吹，但係出嚟喺 live 嘅效果咧係好 project 嘅。係，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非常神奇同埋好吸引到我，就係佢係一個好 all round 嘅 player。咁但係你喺你會唔會特登去學佢某一啲嘢咧？我會去特登去學佢某一啲可能musical 嘅 interpretation，即係尤其是可能我細個聽嘅時候，其實你係一種壓子嚟噶嘛。而你聽到佢咁樣做嘅時候，其實一開始學你就係要靠 copy 啊，去跟人哋點樣做。然後而佢嘅 interpretation， 我覺得聽到我係好中意嘅，我係覺得好好聽嘅。無論佢後生啲嘅時候啲嘢再複雜啲，或者到而家呢一刻佢大啲啦，佢老咗啦，佢嘅做法唔同咗啦，我都覺得係我中意嘅嘢啦。